这个女性健康，这个体现市场，这个市场，那对我们来讲是全新的经验了，所以我们非常慎重，我们请教很多专家，那从技术上呢，是联雅，联雅公司给我们做技术上的这个后盾，那他们也是，他们前身是德国非常著名的一个Roche，药厂前身，所以这个技术呢，是绝对可口的，德国的科技是世界。之前的艺龄代理了100多个 model， 还有现在明星艺能的艺人跟 model 的团队上面来讲，我觉得保持他的外在跟体型上面的最优势，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呢，其实我非常害怕大家吃所谓的减肥食物。那这些减肥产品，比如说它可能是要泡成一大杯喝啊，还是它要变成像吃药的方式。那我觉得其实，我觉得这个都可能都不是好的方式。那当然，比如说运动或者是少量，这些都是重要的。但是如果有一些好的商品可以帮助或协助你，然后在减轻你的体脂上面，或者是膳食纤维的帮助上面有帮助的话，那我觉得那是最好的整个制作过程。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现在 Tina 已经是所有名模最喜欢的，每个包包皮包里面你们去看一下都会有 Tina 这个产品。所以 Tina 燃烧油切口含锭就是名模瘦身的小秘方了。好，谢谢宛若姐。